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专题节目。今年是拿破仑辞世200周年整数纪念的周年。今天我们请到了拿破仑基金会国际事务负责人皮特·希克斯教授，对拿破仑和中国这个话题来做关注。拿破仑基金会是于1987年11月12号注册成立的，是法国的非营利组织。它的宗旨和任务是鼓励以及支持对第一法兰西帝国和第二法兰西帝国历史的研究，通过公众的兴趣让这段历史得以流传下去，并支持拿破仑遗产的存留。希克斯教授您好，您是历史学家，也是法国拿破仑基金会的国际事务负责人。这个基金会专门研究弘扬所有有关拿破仑的历史，尤其是今年2021年是他去世200周年。其实欧洲在罗马人时代就对中国有过印象，当时这个远在东方的国家被称作是美味之国，人们被称为是制作丝绸者。当时的欧洲和中国已经有一些往来了，但是第一本中文、拉丁文、法文词典是在拿破仑时期出版的。这一词典有一个真本，现在存于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米卢斯工业博物馆当中，承载着十分珍贵的历史，是当时法国向东方探索的一个见证物。这本传奇性的词典是怎样问世的呢？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Nous savons que au début du consulat, un germanophone. 我们知道，在法国执政府这一阶段的早期，一位在意大利米兰出生的德语区的汉学家，名叫约瑟夫·黑叶。黑叶为法国执政府做事。当时是1802年，法国执政府要黑叶出一本中文的字典，为此法国执政府给了约瑟夫·黑叶6000法郎作为酬金，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是属于不错了。约瑟夫·黑叶本人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而颇有名气。后来到了1805年的时候，约瑟夫·黑叶出了一本有关中文的书。这本书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当中，当时这一博物馆名叫法国皇家博物馆。约瑟夫·黑叶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写道，他几乎就能够出一本拉丁文中文词典了，但只是几乎就要出版，却还没有能够出版。事情是这样的，他并非是法国人，当时懂得中国字的欧洲人并不多，不过有意大利人，有德国人，还有法国人。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人参与过英国马格尔尼伯爵在1792年到1795年之间的出使中国的任务。这个意大利人做过一些把文件资料从英语翻译到中文的工作。这个意大利人曾经激烈地批评当时忙于中文词典工作的生于米兰德语区的汉学家约瑟夫·黑叶。他批评说，约瑟夫·黑叶根本不懂中文，对于中国的了解也并不充分，以此敦促法国挑选一个合格的人来编写中文词典。这个意大利人名叫孟都奇，来自意大利的锡耶纳，他十分想拿到这份编写中文、法文、拉丁文词典的工作，但是到了1808年的时候，历经了一些磋商，法国内政部长科特雷·伊曼纽尔·科特任命了一个法国人来继续编写中文词典。意大利人孟都奇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但是他却没有能够如愿。意大利人孟都奇成功赶走了约瑟夫·黑叶，但是法国政府并没有让孟都奇接任，而是派了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就是德金·德金尼。1808年10月，法国政府通过了一纸政令，宣布德金编写中文词典。德金就是这样继续这份由黑叶在1802年开始的工作，并且在1813年成功地完成并推出了标有拿破仑的大词典。Entre les grands sinologues de l'époque, il y a très peu de travail et tout le monde veut le travail, veut être le premier. 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之间常常吵架，有关中文的工作非常少，所有的汉学家都想做第一个推出中文大词典的人。
所以说，当1813年中文大词典问世的时候，没有能够拿到这份工作的汉学家对德金发起了攻击。他们说，这一词典很糟糕，有错误。人们对德金这本大词典的诟病，还包括说他没有引用信息来源。所幸的是，印刷所用的中文字块已经被刻出来了，否则工程将会更加浩大。工人们花费了15年到30多年来刻这些字块。在18世纪，从路易十四到1746年，记得大约是4到5个专家耗费毕生心血在刻字上面。但是其他的汉学家对德金的指控则是基于手稿部分。德金参考的手稿来自一名叫做巴西洛博罗洛的神父，中文又称是叶尊教神父。德金拿到了叶尊教神父的中文拉丁文词典文稿，然后使用已经刻好的字块把它们印刷出来。因此人们指责德金说他没有说明他的中文大词典来自于叶尊教神父，这属于抄袭，属于剽窃，说德金抄袭了叶尊教神父。事实上，德金在中文大词典的来源上含糊其辞，如果说他全然没有提及叶尊教神父，那也是不公平的。但是的确，这本词典来源并不是十分清晰。不过，德金的贡献的确是给这本中文拉丁文的词典加上了法语解释。叶尊教神父的词典是从中文翻译到了拉丁文，而德金是基于此加上了法语翻译部分，成就了著名的中法拉丁文词典。Donc la différence avec ce monument de 1813, c'est qu'il y a chinois, latin. Français. L'étude de la Chine est très précoce en France. 汉学或者说是对中国的研究在法国得到了很早的开发。比方说1813年出版的德金编纂的中拉法大词典当中使用过的中文木块，他们的制作时间比大词典问世的时间早了100多年。这批中文字块是在路易十四的治下定做的，这些中文字被刻在了一只一只木块上，总共有数千只刻有中文字的木头。1745年左右，刻字工作终于完成，这些木头被运送到了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当中保存。当时这个图书馆被称为是法国皇家图书馆。直到1802年，这些木刻中文字块才得以运出图书馆，被送到了印刷厂。当然了，法国和英国之间有争吵，两国都争相做最佳的汉学家。诚然，英国人的确比法国人开始的要早。英国那边有马格尔尼伯爵访华，还有阿美士德伯爵访华历程，因此英国人对中国是前后相继派出过2次使团的。所以说，法国人想要在了解中国这件事上做点什么成绩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中拉法语大词典的问世对于法国人来说是一次强而有力的行动，因为这意味着法国人领先于英国了。因为英国人当时也是在编写一部中文和英文词典，但是1813年的中文拉丁语法语大词典则更加丰富，这意味着法国人超过了英国人。这本中文、法文和拉丁文词典是这一类别当中发行的第一本。它由拿破仑一世所赞助的汉学家约瑟夫·德金的儿子克里斯蒂安·路易·约瑟夫·德金于1813年出版。事实上，在这之前，由于耗资巨大、困难重重，这一项目被延后了许久。他的问世得益于叶尊教神父的汉字析译，为中文、法文、拉丁文大词典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了快速高质量的出版，德金取得了这一中文、拉丁文的手抄本。这一手抄本是在南京问世的，创作年代大概是在1694年到1699年之间。这本词典当中对大约7000个汉字做了解释，并将9000多个汉字翻译成了拉丁文。此外，德金还参与监督了这一大词典的印刷工程，他的印刷得益于1742年在 Etienne Fourmont 的指导下，工匠们呕心沥血在木头上雕刻的大型汉字木块。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数以万计木质字符在之前基本上没有得到使用，直到德金让这些木头在历史长河当中焕发出了熠熠光辉。
这本一千多页的稀有珍贵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大词典是欧洲印刷术的杰作，长期以来一直为整个欧洲的汉学提供汉字参考。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专题节目，一起来关注了拿破仑和中国，欧洲第一本中文、法文、拉丁文大词典的问世。感谢您的收听。